哪里？这次哎呦哎呦，你问到重点了，我知道，我看我收到简讯了，我看他这次的条子，我看哇，条子，我们这一次要去世界级的地方，它是全世界票选28条最美的步道，对，好强的感觉。台湾哎，对，台湾，全世界前28美，对，那一条我们台湾就有一条，哦，必须去，哎，可是我也不是最近最红的，对啊，最红的抹茶山吗？抹茶山很红，没错，但是这一条比抹茶山更早红，而且它是世界。这边哦，在宜兰，所以我们是从宜兰原乡乡那边进去，进去以后呢，到了定点，我们只要散步走就好。太棒了！宜兰，来，好山好水，美食多多，吃的交给我，帮你喂饱饱。OK， 我知道，对，一定要。宜兰好山好水重要，我们除了好山好水、好食材，还有什么美景？而且这边有珍贵稀有的动物。五双眼睛，五种视角，带你上山下海过一夜。认真喽，来喽！哇，认真的哎，我坐后面好不好？来，高级耶，来来来，会不会太高级了一点？哇，坐前面，坐前面，真的。Ready 了吗 ？Ready 了 ，Yeah。我们今天的神秘食材是龙虾。龙虾，龙虾，在这边是。陆地上不是海边，骗人哦！对，在陆地上特有的龙虾，但是要吃多少，请待会自己抓，没抓到我就不煮了。又来这招，陆地上哎，对啊，这样吗？用钓的吗？用钓的吗？用抓的，用抓的，好，用抓，就在后面广大的海边，我们待会就去抓。新的龙虾呢，其实就在这片水池里面。好嘞。对，不是摸蛤蜊，我们真的是要下去抓徒手，对，徒手抓龙虾。怎么抓龙虾哦？我跟你讲，要记好，龙虾哈，它喜欢躲在水里面可以靠边的地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搜寻两个重要的位置，第一个就是靠旁边，因为它会靠到旁边开始走。第二个就是它只要在池子中央找到有石头，还是有缝，还是有洞，它就想要藏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怕被抓嘛。所以你在里面摸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那刚才艾美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：抓龙虾要抓哪边？对啊，你真的很怕被夹。重点怎么拿？这个是龙虾头嘛，是龙虾身体嘛？啊，它有两个很大的夹子，所以你抓的时候，你看到你就抓它身体头这边，扣住头。抓大头、那很多人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抓他夹子？也可以，可是你夹子一抓不小心，嘣，他夹子就拿起来了，它变成可能就断掉了。好，开始，我们来找。很多好徒手哎，这边也会有，对不对？旁边对，都会躲在内行的，我要跟他去。这边，旁边。这怎么抓啊？这个，而且说什么抓头，根本看不到头啊！对啊，我连摸海草都有点害怕，其实。因为准备我们弄混浊了啦。但我其实我有点不敢抓。没关系，阿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抓，你要吃几只我都帮你抓。那你帮我抓。还有，这个泥很软、很滑、很烂哎。这好像很适合敷脸。对啊。火山泥。我们要认真一点，对，不要闹。这么有吗？有吗？喂，到底找不找得到啊？就老板说我们跑错。我好怕哦，摸到水管，摸到石头。那我知道，先用脚踩踩看好了。你有没有把虾踩爆啊？
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啊，我不敢用手。边边哦，他解说边边。French， 我们是来自 Paris 的。我刚走完时装周 ，Don't look like this 好吗？啊哈，啊哈，去抓龙虾，你当心。一个 move 都抓到。最好是抓到。妹子是在整。小林有摸摸到，小林，我这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了？哇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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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爸。等一下，那我先认真等一下，认真等一下。有吗？啊！哎！就是这个。哎，我是小草鱼。哎，就是这个。有人帮我拿，有人帮我拿。这是什么虾子啊，妹？这个是澳洲的淡水小龙虾。Let me show you how we do it right this way. All wrinkle if your heart in a dismay. Pretty girl, tell me when they leave that they miss me. No one for rubber band, ogle band, kiss me. Buy out the bar when we're there, I'm a star on the play. So I see. 他生活在这边的话，他水质要很干净。要很干净，大家都误会，所以我们要很干净，反而它肉质会比较鲜甜。其实它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种，然后可以炒，可以三杯，也可以做现在就是大家最爱吃的麻辣小龙虾。都这样子，他终于愿意放掉我了。哎呀！他深，好深入，好深入，帮他撩屁股，帮他撩屁股，撩屁股，这个深，撩不行啊！啊，对，越来越紧了，越来越紧，对对对对，撩屁股会越来越紧。刚刚他都已经夹到都不了，不放掉啊！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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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手好痛，我现在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附近。啊！我手干嘛？他弹的，我刚摸到一下，他弹的。好吗？你确定你有在抓？你只是帮我把水弄。没有，我哎，在我脚下，在脚下。我弹，我弹。有没有啦？没有，在我脚下。没有，我真的也摸不到。蛮贱的，在旁边摸摸看。你在？我好怕哦！刚在我脚下有，这个太难了，真的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因为他惨了。在这附近啊？那在附近，你过来。有两三只吧。我好怕哦！摸到了。你确定你只是在扛？你在扛草栗子吗？强大哎！我负责来找你们来抓好了。好，你要摸到啊！哪里有尖叫声，哪里就有虾。真的吗？我要来摸。再来，再来！喂，我这不够吃啊！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午餐第二个午餐，第二个午餐，因为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，所以养出来的鱼非常的鲜美。鱼哦，提到关键字，听说来这边一定要吃的是不是？来宜兰对，来宜兰必吃，现在要来吃什么鱼啊？什么鱼抓到就知道啦，老规矩嘛。来自己抓宜兰的鱼，对，宜兰的鱼哦。
你要过来那边喽。哎，怎么沉下去了？你再重过来一点呐、啊！中间，中间，这里吗？一进，对对对，一进，来你来，你来这边。你为什么不站过去呀、啊？我听到不是的。哎、欸，这水怎么有点咸咸的、啊？这样讲，但因为我比较清吧，我比较清。来来。等一下。我看我们干脆就在下面抓。我全身毒死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快要飘走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感情是不是很不好啊，大家？好，走。好，不能别走，我还没杀呢。好，来推，我们去撒网了。你也蹲下来，我们重心定了吗？可以吗？撒了，小林哥，打打看啊！好，你这个傻瓜！一二三，哦！哎呀，你这样抓到鱼，你是在捞石榴？我不是说你玩过？有啊，没有打的那个嗨了呀，完全没有动静，在原地啊。对啊，好拉起来，好拉，弄不好拉起来就有鱼啦。怎么可能？这有鱼我随便你啊。打不拉几的鱼？有鱼我就钓去。不要，换我玩一次。阿杰靠你了。阿杰，我们的船好像快结束了。没关系，可以等一下味道。哦，哎，这个有一个样子。比较有出来了，这个好像有。对对对。三只就好。哎，好，三只。有吗？满满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满满的泥巴哎，满满的。没有，这个有几只？有啊，有看到没有？有啊，有，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哇，有大只的，看到没？哎，哦，这中型的，可以，可以耶。大只的，哦，传统的船，哇，船。哈哈哈哈哈！危险，危险。你掉了就算了，那个鱼不能掉。做人要有良心的、啊。鱼拿来。扔掉没关系。你随便鱼拿来。有。我用拉的就有了，我没骗你。有。有。这次再不成功，等一下就小林下水。哎，有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大的，有大的。哎，小林，小林，哦，五，哎，快，哎，快，哇，等一下，小林，快点呐，小林都不抓，等一下，小林都不抓嘞，啊，真的钓到了，抓，太大了吧，哇，这个拿起来，钩子把它拿掉，哎，这个对啊，没大的哎，阿姐这边慢慢撒，对不对？可以回来了哈！你们回来了，不要在那边做效果了啦。哇塞，这么大！这个什么名字？哦，这个叫台湾鲷，台湾的，台湾鲷，鲷鱼的鲷。对，它其实就是无锅鱼，它是经过改良过，所以它肉质比较肥美，啊，它体型也比较大，这么大哦！哎，而且它就是代表台湾外销很多地方，帮台湾赚很多钱，为国争光啊！真的，它就是台湾之光。雄青耶，是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最特别的方式，其实是我们用了这些新鲜的水草，然后来料理它。这是水草，对，像这个大叶甜香，它有什么？它有一个薄荷跟八角的味道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哎，那你知道其实剥虾子其实也是可以练 B-box， 怎么练？那很简单，你看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，嘿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，嘿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。有哎，那就剥莲花梗可以吗？啊，剥莲花梗，剥莲花梗，好像剥笋了。怕剥鸡也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怕剥鸡也可以，怕剥鸡可以，怕剥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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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变科市长的变化？不是科市长，是少将军哦。哇，好笑。
哎、欸，艾美，艾美，小林，赶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看到什么？晚餐在那边有一种很特别的鸟，我再看一次，我把位置定出来。来，你看看，灰色的吗？灰色的，灰色的。好像在那个位置，肚子白白的，灰色。哦，有一条线耶，有一条白白的线。对，你现在看到吼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鸟，这叫做水蛭。哪里？哎、欸，水蛭我有听过哎。有，你知道你的印象中的水蛭吼，它在夏天的时候是身上很漂亮的羽毛，而且公的尾巴会特别长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应该是很漂亮的。它那个夏天是繁殖的颜色，很俏。嗯，对，很俏，很帅。然后但是现在是秋冬，所以它们的身上颜色就那个毛都换掉，变成灰灰的啊。你现在仔细看，它们在那个上面走路。嗯，走路的动作很轻又很慢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外号，叫做“凌波仙子”。凌波仙子是哦，好可爱哦。那小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，他有另外一个名称，你们猜猜看，他在叶子上走路有什么名字？轻功水上漂。电影看太多，在叶子上走路。芭蕾鸟。差一点点。我都已经讲名字哦，在叶子上走路的鸟叫什么鸟？叶上鸟。漂亮，真的假的？叶、哦、子、欸，我好厉害哦，我可以去参加那种聪明猜猜的，真的猜一下啊。然后在叶子上走，因为它的脚趾头，它像我们的人类脚趾手指头是这样，它的脚趾头是两倍长。因为它脚趾头很长，才有办法一次踩好多的树叶，让自己浮在上面，所以又叫叶上鸟。难怪完全不会沉下去哎，好有趣哦！今天在这边看到超厉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们都要到台南关田看，嗯，但是这边呢、啊，老板有讲，他说这边大概十几年前来的第一只，现在大概有15只住在这园区，代表这园区的环境很好哦。It's a perfect day, a sunny day. Each time that you run the air, and when you touch my hand, I understand the love. 哇！很强哎！这一餐真的很高级，食材又好，有点浮夸哎。这会，我们上山千海也是要让你们吃到饱的啊，对不对？日本人都站起来看的。有吃过这个吗？这个是我好想在台湾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，对不对？快吃，赶快吃！那我们要开动了，开动了，切了，轻轻的把它压一下下，不会不会，看这样子转一下，这样子其实一剥，它那个肉有声音，对，因为这个是有刚没剥完的竹签，你看它肉就这样一条，然后我们沾一下这个酱汁在底部，沾一下酱汁。哎喂，我真是吃 OK 啦，他这么辛苦，看小林这样整条肉剥出来，好棒哦！这个是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可以可以，沾汁沾汁，哎，哇，好贪心啊，这个好贪心，他的肉就是很扎实，肉，你在装什么？翻译的意思就是肉很 Q 弹，肉啊，对，哦，肉也是 Q， 肉弹弹，哦。啊啊！这是什么声音？哦，是意思怎么会有个男人的声音出来？为什么？哦，像陈松勇，好肥啊！哎，很肥。没有吃过这么扎实的虾子，因为一般都是很 Q， 嘣，然后它就断掉了。就断掉了。好扎实哎！对啊，就是每口咬都很，很有肉，创造肉人，创造新流行。鲷鱼花，哇，紫鲍鱼来了，哦，台湾鲷啊，对，台湾鲷，这边看不到，真的要站起来，很新鲜哦，很大只哦，我这边有闻到香草的味道，真的没有你不行的 Max， 那你要跟我在一起了吗？他已经有，那你要给我一块，我们就再一块，我们再，哇，这么，突然觉得冷。还是吃东西好了。一般的鱼我们吃，其实你会觉得有点腥味，尤其是鱼皮的部分。但是看这样子烤起来，因为我们用水草的香气去盖掉它。你知道糖糖味道我为什么那么讲话？就是因为这个鱼皮太 Q 了。嗯，那看你吃的。阿麦，这好香哦！你还有加一点点，后面有那个柠檬，一点点酸酸的，微微的香气啊，陪衬。
好吃哦，清爽的口感，而且你是很 Q 跟很扎实的肉。其实你很少吃到，就是鲷鱼它的肉真的是品尝起来是 Q 的，对，通常是比较软嫩，但这个真的是比较 Q 一点点。對對對味道，这个是我找到了。哇，你终于在做事了，终于，太感动了，就很高级。这个是民宿，民宿，对，是饭店吧？对。然后这边小朋友也可以玩，大人可以。可以玩返老还童，返老还童哎，对，最近学的中文，是耶，对对，是，好好，我去看房间呐，哇，你要脱鞋哦，要要，哇，哇，很大，我看看，你可以翻跟斗哎，可以可以，你翻跟斗，啊，真真，好了，不要玩了，好危险了。好看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外面，这个玻璃浴缸，哇哇，不是，它是整片都是。我的浴室超大的哎，天哪！天哪！这是我的浴室哎，浴室也可以翻跟斗，真的假的？今天的天气好暖，对，晴空万里的天超级蓝。今天特别带大家来这边，是为了做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。台湾有很多野溪，野溪有很多的温泉，温泉，野溪温泉。今天是野溪温泉，是的，这个行程棒。而且重点来了，这边不用走很远。哎呦，精心安排。通常野溪温泉都是我那种登山朋友，他们都要走到很深入里面才泡得到嘞。To hang on to通通都冒烟了，来，赶快，你们来这边看，哎，我闻到温泉的味道了，来，快点，哎，小心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哦，这个温度，刚刚好吗？蛮热的，但泡澡刚刚好，对啊，所以可以开始开泡了吗？是这里吗？还没感受足够，还要感受什么？这边我就衣服要脱了，要下去了，我只是这个也才15公分而已。我只是带你们来感受一下这边而已，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再走一下下就到了。好哦，好，对啊，感受到了哈，已经是开始的地方了，对，好舒服，懂了哈，好，期待来了哈，好香很香。杰哥，我们是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看到这是像整条河都是温泉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点头最特别的是，这是台湾最大最多的这种可以泡汤泡野溪温泉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泡汤啊，最大的，这边一路看过去全部都是，这哎，这里有10个圈圈吧，不止，很多，哇，哎，阿姐你在这里吗？有，我们已经脱了，要准备要泡了，不要脱，不要脱，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在前面，有更大池、更漂亮的，还有更大池，还有还有，好像很小林，你来看这边跟日本的野溪像不像？还行，这个舒服，我要热一点的，我想要更热，我也要热一点的，那
那我们往那边。更热是那里吧？更热是那边吗？不，你现在不能往那边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！你要穿这样去泡吗？啊，换装耶！换装，换装，换装。哦耶 ，baby！ 观众朋友最想看我换装、哦，没有了，看没有了，我知道。手持一马上降下来，降到谷底。我给大家女神的换装，女神的换装。Let's go。Baby girl at the club looking for some loving. I had to make an introduction. She was blushing. Had some drinks, probably about a dozen. Half French. 哦，有热哦，有热哦。整个就放松了。啊，其实还蛮热的。哦，哇，真的刚刚好呢。啊，日本人喜欢的温度。对。这应该有，应该有40吧。30多，34%的感觉。哦。38到40%之间的感觉，很难想象是在户外。嗯，而且这个泡完了，身体会超滑，真的已经开始很嫩了，很舒服。嗯，我好想直接躺下去了。啊，真的真的，舒服舒服，你这样没有泡温泉的感觉。音乐的风格，你是在吸水吸到这样。大哥，姐姐，快坐，我跟你排好不？欢迎欢迎，欢迎，开心一下。这开心的代志，咱现在唱一下歌，大哥听咧。这不要了，大哥大人，听一下台语好吗？来啦，我点我点，你上面啊，给啦给啦，不要这边就舒服就好。大哥哦，哇塞，阿吉啦，今日带来一条金包银，我你听一下，你想要听无？我应该唱落，走落去，水。我比别人卡人气，我比别人卡拍表，不吃不不不吃不不不吃不，我比别人卡人气，不不吃个，我比别人拍表，不不吃个，为什么什么比别人排名，不不吃个，比两个大声，不不吃个，不拉起路条，不啊不啊不，命运命运的吉他。所以你家都有答应啊，他也在这边答应啊。啊，家都无光害，肯定有新兴东西耶。最好了。舒服。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在西边。对啊，而且走路就可以到。法国餐厅的风格。可以可以，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先喝咯，先喝咯，谢谢。嗯，哦，不一样的，另外一个境界，超舒服。啊，日本的感觉，泡温泉喝美酒就是最日本的。嗯。啊。天哪，我想住这里。你想住这里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住在这里的。这个温度其实50多，很适合拿来做低温烹调。他们大概应该肚子饿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蛋，还有茭白笋，还有玉米笋，杰哥他们一定爱吃的地瓜，煮个2小时，再来拿。他们刚泡完，应该会肚子饿。神秘小屋，快点！哇，大家温泉蛋跟温泉地瓜，温泉蛋、温泉地瓜，还有温泉茭白笋，太幸福了吧！好棒哦！天哪，谢谢，有你真好。真的泡着泡着饿了，也需要一位厨师。真的，溏心蛋，哎呦，还咕啾咕啾，真的好滑哦。嗯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啊，你干大舅妈。咬一半，我看一下里面。哦，面食，
好，你哪会搞这样呢啦？哦，足搞煮的。玉米笋很多人喜欢把它拔干净，有没有？我该慢慢的拔，就是要把这个丝留下来，连这个丝一起吃，其实对胃肠消化超级棒，而且香味很浓。就玉米须草概念。嗯，你这样好像一只牛在吃草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很幸运，因为天气蛮好的，然后后面还开了樱花，看到哇，真的，而且不止这些风景，我们今天更是超级的幸运哦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国际巨星的人物要来这边，真的超大咖的女神，要跟我们一起搭棒棒车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边等她来，真的真的。对，所以我看到就很感动。那我们走，跟他去吧。对啊，走啊。这个太平山庄以前这是一个太平山林场，日本人他就开始在伐木，但有一个神社在这个地方。那日本人离开之后，我们那个神社就把它改成我们闽南的一个庙宇，名字叫镇南宫，供奉的主神是国姓爷，就是镇成功。哦，是。那一般我们闽南人的乡下在过年元宵过后的这段期间，都会有一个迎妈祖的活动，它是保佑庄头的平安嘛。那我们迎到我们游乐区来，就保佑整个游乐区每天这样的这么多的游客，还有在这边的工作同仁，都可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。所以蹦蹦车也是我们的一个点，所以他跟着蹦蹦车搭车然后回来，也是有一个保佑我们未来行车安全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啊。大家都可以一起坐跟妈祖坐车，对对对，所以这边的特色就是跟着妈祖一起坐蹦蹦车。好可爱哦。那大概一年几次？一年一次。一年一次刚好就被我们遇到了。天哪，真的。因为一般只有听过就是走路绕境，没有听过一起坐蹦蹦车。太动了，启程哦。我们要跟那个妈祖一起玩蹦蹦车。对，还有土地公一起。你看他就是因为之前是载那个木头的，现在车子没那么稳，会这样哐哐哐一直发出这个声音。所以才叫碰碰车吗？碰碰车。对。而且我们这样坐的车厢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厉害的，就是神木跟很大的木头。是。很多都是好几千年从以前留到现在的。对，其实很梦幻。今天虽然太阳现在比较没那么大，可是云雾飘下来也蛮梦幻的，看起来很先进。所以像太平山这个海拔高，以我自己常来太平山的经验值，早上通常都是艳阳高照蓝天，但是过中午以后就会起云雾，大概在下午4:30到5:00左右，云雾散去，太阳又出来，那时候夕阳最漂亮。那应该也是第一次可以跟那个跟妈祖一起。外面好漂亮哦！天哪，真的！哇，这个太平山轻松，而且海拔很高哎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东西，蛮感动的。对，你应该特别有感触哦。谢谢你。而且这个山里面慢慢进去就觉得跟历史有结合的感觉，真的。穿越时空。这个速度刚刚好，像雪胶的什么的，而且又很凉，舒服。
剑清古道。哦。然后他在国外的文章啊上面写为 28 Magical Pass。哇。梦幻的梦幻。对，所以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美景啊？非常梦幻，感觉很像走到阿里山里面那种很深的地方，非常神秘，真的就是国外观光客来一定都要就是走这边。哇，太棒！我一直等这种小秘境，因为这些都应该拍起来很漂亮。很多人说阿里站这拍一定很帅，对啊，超美的。轻松松，对啊，这样多好。而且你看，这里有那个换轨道的，以前那个轨道在搭的那个，对。哇，这是快木的味道，你们快来闻，好香哦，你闻看，我看看，哇塞。摸了就有吗？对，黑黑油油那个，摸摸看，黏黏的这个吗？对，什么快木哎，哇，真的很黏，哇，真的哎，搓一搓，你手热了，那个香味就出来了，哦，对，快木精油，天然的防蚊液耶，真的好棒，香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整个树头是快木，整个树头都是快木，是，所以它还会有精油，那它是活着的吗？没有，它已经死掉了。你看它只剩树头，那怎么还会有油流出来？你知道这些针叶树吼，它们的油脂含量特别高，那这些油脂它有特别的味道，所以就算树头死掉了，这边它断掉的地方，它油脂还是会慢慢的渗出来。哦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人他很喜欢快木的原因，因为那个香味很持久，而且闻起来就好像在森林一样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其实太平山是以前台湾的三大林场之一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当初把这个树锯掉的时候，他留着树头。树头为什么要留着？它可以有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，因为它的根还是抓着地面。蒲公英吗？哦，哦，很像哎，白白的，哎，这样比较多哎，白白紫紫的。刚才顾着看很漂亮的风景，我竟然忘了发现山壁上有最漂亮的森林烟火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像烟火一样？有呢，将烟火垂下来。整个让它炸开的感觉，对，炸开的感觉。它叫森林烟火，不是，它叫做台湾胡麻花。台湾胡麻，胡麻呀，听起来很像吃的呢。胡麻油，我们是没有拿它来吃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啊，你到像比较维护的森林比较好的山区，你可以在山坡上面看到这样一丛一丛白色像烟火爆开的这样的花，就一定是台湾胡麻花。就是这里，对，我们的梦幻步道 Magic Path 就是在这里拍的这张照片，哇，就是这个景，这个上我们国际杂志就是在这里，长满的青苔，好漂亮哦，上面整个满满的历史的痕迹耶，这个就是它本来的那个旧的步道，但现在因为有一点毁损，下面有溪流比较危险，所以这边才是做就是让我们走过去的哦，哇，这边很美，但是它下面还有一座，下面还有一座，对，更美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到铁道下面，哇，很梦幻，浪漫呢。相机准备一下啦，我有记性哦，可以哦，你要帮我拍照。
那里吗？好漂亮，就是这个。哇哇，就是这个，哇，真快，就是这个桥，就是这个桥，好漂亮哦！这我觉得有点壮观哎，来了来了，就是这里，哇，好有感觉，好美哦，这里。坐在这里，然后刚好有阳光这样扫进来，这样拍，哇，这样完美，超美的，这个暗战精灵系，精灵系暗战术直接破万，对啊，很强，这里很强，而且你看它这里有桥，还有水，真的是，还有人家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哎 ，#， 你看清代还这样直接这样子滑下来，这。现在很多餐厅、咖啡厅，他们都会有那种人造的，对，人造的干燥花，可是这是 all natural， 超美的，通通都是活的。你看这个，哦，超美的，哦，东西好棒哦！一二三，耶！我嘴巴冒烟嘞，我要伸个腿，好棒、哦！我露营了，大家嘴巴冒烟，真的好凉快哦，好棒哦！可是这景真的好棒、啊，对啊，很梦幻。天空哎，超美，好梦幻哦，太漂亮了。我觉得刚刚这样一路来。怎么拍怎么好看，嗯，就沿途风景很自然，然后那个桥又很漂亮，嗯，真的就是仙境。对，我就要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拍照。我觉得，因为那个伊朗的山里面有很多像从日本留下来的东西，哦，有，我觉得像很有跟历史的结合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就是每次。跟着节目来，我都发现到新的景点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真的很多景点都可以，就是约上国际舞台，就觉得这个地方要让更多的就是外国人啊，或者我们台湾人自己也要更珍惜这片土地，是重点，太棒了。本节目由 One Boy 冰风衣冠名赞助播出。